嗨，欢迎回到第四九节 GTSM 完成度 100% 段考人结束他的段考周了，期中考周结束，那我们就继续我们的支线任务，然后再主线任务，然后再很好玩的非常好玩游戏 GTSM 非常好的游戏，我非常喜欢，差不多这样。好，现在我们要挑战自己自我，十秒内通过50个点之类。那个中间是要怎么上去啊？这水很浅吗？哦，对，好，很好，非常好的环境。但是我要输了，我哦，没有没有，男主角通常都是会在最后 0.1 秒完成他要做的事情。很好，我们现在真的要输了。哦，很好，就像我刚刚说的，我们男主角会在最啊啊，真是的，上不去了啊，真是个大屁股，怎么上去了？哎呦，哎呀，插都插不中这个缝。第一次对准不是对很准呢、欸，然后好了，差的现在第二次非常顺利，算这已经是第四次了。结果你没看到这些甜甜蓝蓝圈圈是那个克劳德在执行的任务吗？你们这些路人先滚远一点好不好？我们克劳德帮已经包场这里了，不咯咯。好了，这个时间可以不用这么紧张吗？虽然他数到最后一秒之后还有最后一秒有时间可以跑一下。好，其实这个还蛮简单的啦，就只是有点紧张而已，小假紧张而已。哇，这不是雷警探吗？雷警探在厕所里吗？啊靠，雷警探，你把我骗下来，让我怎么上去？没关系，我克劳德会自己倒车上来，因为我是专业驾驶。哎，中正纪念堂酷哎、欸，但是我的车会先爆，然后再酷哎、欸。好，你是最后一个了，好，挑战世界纪录 World Record Number One。OK， 差不多80秒完成或80年吧，所以我已经输了。那时候你不讲，我还以为这个水是深的嘞，会溺死的那种。原来这是那个深海吧，浅海区啊，浅水区，所以不会溺死克劳德人。好，我们继续下一个。我、哦、靠，好有钱哦！你谁啊？你拿到奖学金的学生吗？真是非常抱歉的，钱就是要给我这种人花的，你就算了。好，我们要找下一台布布 B8 布车，它长什么样子？我看一下我们的那个攻略网。然后好，我看它长什么小可爱样，它就长这个样子，就是我们开进来第一台，所以每次抢这一台 BB 布88。哎、欸，靠腰，干嘛啦？我要跟你没仇，我帮你拿车子，然后你又背叛我，现在是谁比较坏？你能不能学会什么叫尊重吗？死乞丐都连散弹枪都买不起，手枪可配不上我这个堂堂正正的杀手。好，滚啊！怎么那么多只啊？还没有开始大乱斗就这么多只，在两分钟内开始插入每个点，然后五秒内就会加五秒，没有碰到一个就加五秒，那不要再把我拉下车就好。哦、好，没事。刚克劳德在过场动画的时候把所有人都干掉了，怎么那么多啊？好密集，好恶心、啊。还有在楼上的，还是那是在外面的，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如果这任务出现在 GTA 5的那个什么副那个任务模式啊，这个一定是。30% 好评而已，如果他钱够多的话，那应该95%吧。我刚散弹枪射到我的车子，所以他可能要爆了，应该吧？不要了，拜托！哎呀，靠腰，不要在那边排气管勾引我的车子好不好？你知道你的排气管很迷人，所以你可不可以他妈的借过一下、啊？走开啊！一直哔哔咕咕的，我很紧张哎。哇靠！哇，为了赚钱，我得把这个不认识车给撞爆了。没差，我们就拿到钱，就可以帮他付维修费了。以现实面来讲，我们这些钱根本付不起他的维修费，还有精神损害费，还有偷车费，所以我们还是直接坐牢比较快。虽然坐牢还是要付钱，不过没关系，我们可以叫我们的家人帮我们付。不过没关系，克劳德没家人，强制让卡特琳娜生一个，我们就可以强制当家人。不过讲那么多邪恶话，我可能来不及要完成这个任务了。Holy fucking hell！ 算了，我活不下去了，我自杀啊！哇，二楼都不够我摔，好靠腰了。哇哇哇！虽然我碰到了，但是少了一个怎么办？就像100%少了0.1%，完全找不到另一个到底在哪的感觉。如果你在一楼，我就还有得救；如果你在三楼，我就可以准备 kill myself。我有人找不到那个在哪。啊，这是警察陪同哎、欸，酷哎、欸！因为我刚撞死200个人，不，两个人啊，没有那么多。虽然可能也差不多了，总共了。
Hell yeah, 还有很多秒酷啦，耶、yeah, ！结束了，结束了，不灵啊不不，哎呀，慢动作结束30000块啊！哇，但是你30000块是付不起请我的费用的，好像其实付得起啊，连那个小学生叫我去杀人，只要付我10块钱都可以，叫去杀最讨厌的同学之类的。好，这是那个克劳德的一些行情价哈。好，我们去解我们的主线，因为现在也没什么任务可以解。电话亭我已经那个都解完了这里的了，然后之后就换下一座岛的好玩任务。好，我们解主线吧 ，man， 然后下一集看解一点 rampage。清楚狗仔，好，很好，非常好。A reporter has been nosing around. Marie and I have taken a little holiday together until you can get rid of this perverted voyeur.He's probably out in the bay as you read this. Steal a police boat and sink his career. Oh, okay, okay. Police boat, 我们旁边就有艇了。哦，好 ，very nice. 我要怎么过去？游过去抢他吗？怎么可能？我们要用我们的船撞到他，直接放弃抵抗？哦，没有，不是，我们本来就有，那是记者的船。现在记者都这么有钱，那是租的啊，租的怎么可能租不起？对不对？好，我们现在撞击他的。射啊没啊，我们直接射他就好了，把他射死就没有所谓的证据流出了。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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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OK， I give up。啊，大船上小船，哦哦，你碰到我的攻击部位，他就不喊个几句正义好话吗？说你这么做是不行的，我会把你给丢上报。雅库扎 Family 竟然有这么坏的杀手！啊，他车要爆了，还是是我要爆了？哦，不知道他的引擎要蹦啊！好，我们把他杀了。想说只是让他记住 这次的教训，然后对你懂，就是不要把他杀了，放他走，然后他就可以明天再报章杂志刊登一些我们的坏消息。像是我刚刚大船上小船，不过没关系啊，他可能觉得我是便衣警察，跟那些亚库扎合作，所以到后面就是变成那个警察有那个。很邪恶的利益在，所以跟我们雅库扎没关系，就变成放大检视警察做的坏坏事。好，我们上车吧，上岸啊！啊，我现在怎么上岸？被推回来了。波塞顿不喜欢我。OK， 我现在要怎么上去？哦哦，我的天哪、啊，真的是好难好难哦、啊！啊，好了，可以了，我做到，我做到，耶、yeah, ，baby。要不要接一点 Kenji 啊、哦？没有，还不用接 Kenji， 因为在 Kenji 还活着的时候都还可以接。啊，什么？你现在在剧透他，等一下会怎样吗？哦，对，雷警探。Maria is all tied up at the moment, but I'll tell her you called. 他不是女童环节，真的是玩很多不累。Here's a payment for the last little job he did for us. He is understandably cautious.Get to the payphone in Torrington as quick as you can and await his instructions. 啊，为什么我的 payment 都可以及时拿到汇款，然后他们的都要我去转交之类的？啊，因为他为人谨慎嘛，不喜欢那个银行直接汇到户头嘛。像我们哪像我们那么大胆，我们就说你要汇就汇，被发现就算了，反正我现在已经死了就算了。那还要4分钟内送到他那里，真的是非常的大牌，因为他是我们的线人啊，他有资格大牌。我们没有线人，我们雅库扎已经在3个关卡被记者那个暴露位置，暴露我们的好坏消息。好消息就是雅库扎会玩弄女性，像刚刚明日香玩弄那个我们的玛利亚一样。虽然我们不知道在玩什么，但是一定非常的好玩。雷警探 ，Hello。OK， 我是那个电脑声线，接电话不到1分钟。我们到底怎么知道公共电话停在这里的？不知道。克劳德觉得在这里，因为以他在自由式生活，我们就算差不多10年吧，他已经摸通所有公共电话停的位置，他知道什么地方哪个重要的地方会响、啊、其实这一点都不合理好吗？谁会知道这些东西啊？克劳德也是看完攻略的吧？你搞得我好乱啊！我要干嘛了？拿个薪水这么麻烦，难怪要转交给我，难怪要把这个白痴东西给我去解决。给你个薪水，还有我们那个，还有我们的燃料费付的比你的那个薪资还多，还有我们车辆维修费，为了闯红灯付你钱，因为你给我们限制时间。这个胖男，
对，他其实是真的蛮胖的，他中年胖男，就躲在厕所喝酒。Hello，Hello， 嘟嘟嘟 ，Yes， 啊，终于啊 ，Final Lesson， 最后一堂课去公园。他这个接电话就好像是那个验证码一样，你是人类吗？你不是机器人对吧？对，哦，谢，但是机器人会车祸，谢。其实还没呢，是最后一个公园，这才是 final lesson 啊哈。他把他家地址讲出来了，公园厕所。他那边每天吃喝拉撒，直接拉在那边吃那边的就好了。好了，我懒得开车，我要走路。也不能太糟蹋这个大地之母了。虽然这些应该是人工草皮，但是还是用大地之母的资源做的啊，所以它还是大地草坪。好，慢下去了，不分男女厕啊，它的男厕很好。喂，嘿，被暗杀！火影也太大了吧，脑袋的声音。Is it all here? I know what you're thinking. Another bent cop.Well, it's a bent world. Just because I lost a few partners, those suckers from internal affairs have started sniffing around. Reckon they can smell me. Well, this city is one big open sewer. But I'm going to need some non-union help. And if you're interested, you know where to find me. 所有的问题还是有 三代的纹理处理，那个人物的纹理好一点，就是比较有那个粗糙照感，毛细孔。还有皱纹都有做一点，后面都是糊在一起。虽然他们头发好像魔法胶一样，好像黑街圣徒。然后你既然这么近，我就先继续解明日香好了。嗨哟，明日香 baby， 你们现在玩到哪个地部分？我们也要来玩双面谈那。他们要出发了啊！他们好闲、啊。Our source in the police has informed us that one of our drivers is a strangely animated undercover cop. He's more or less useless out of his car.So we've tied it with a tracer. Make him bleed. 明日香就负责传这些线索给我们，因为我们克劳德也不知道能干嘛，我们也不是他姐妹，所以我们做这些杀人龌龊事也很正常。除非克劳德可以攻略那个明日香啊！我知道为什么克劳德后面会那边乱闹一通，那边连雅库扎都不放过了，因为那个明日香没有找那克劳德出去玩，所以他很生气，报复性杀人。杀谁我就不说了，太难过了。哦，这不是我们车手吗？没开车就没用的追踪器人。啊，他车已经冒烟，那他真的很不会开车。哦，行，那我们直接把他。车上装炸弹就啊不不不不不什么射击枪跟三星的，但是他跟警方有勾结啊，最后还是会被警，他最后被警察撞死了，让很讽刺，快，跟警察勾结就要被警察撞死了，这样才符合戏剧效果啊！快点，警察快点过来撞他，这样才是我写好的剧本啊！虽然跟警方勾结，警方最后撞死你的这种剧情是非常好的剧情，你快点撞好不好啦，白痴，我不能撞死他，这样就不好玩了。你们可不可以就稍微好撞好一点？你们撞我就撞那么准，为什么撞这个除了开车什么都不会的追踪器人？算了，我当诱饵好了，挡在前面。啊，算了，这警车撞爆啊，算了，他也没撞到啊，算了，我就在他前面好了，帮我挡子弹啊。哦，靠，他们这撞不死他、啊，算了。Bang， 然后算了，用警车炸死他好了，也是警车杀的，耶、yeah, ，好 ，nice， 非常好主意。哎呦，我的剧情，我想要的剧情都没有演出来，我要退款了，已经来不及了，我亏钱了。下啊靠，我要被钓鱼执法，快下车！哈哈，被我骗了吧，夫，亚库萨帮救救我啊，救救我，骗你的。哇，现在我很会骗人呢。我刚直接把车还给我们的雅库扎大哥了，好，我们直接跑回家记录了。啊，我要当 A 检，我要 FBI，FBI 是这台吗？我不知道是不是，或是那这台就只是随机的被罚款的车子而已。下一集要解那个疯狂杀戮任务，解一点解一点就好了。我现在都分头解一点解一点，一次解会。这游戏怎么这么腻呀、啊？
一次结真的是非常腻耶，所以玩游戏真的是不能一次玩太多，要不然你会很容易腻。所以你要分开玩不一样的东西，就像体验不一样的事情一样。啊，那么这集先到这里了，我们要回电梯睡觉了，因为这就是我的归属。他们可以去逛街，可以玩一些情趣玩具，然后我什么都没有，我只能玩这根棒球棍，虽然玩不到几次，我们玩最多的可能是乌兹冲锋枪，还有那个。散弹枪、射爆车，这是我们的玩具，这是身为男人的玩具。好，你们女人就玩你们的那个，因为 GTA 3让我看到这些画面，我才这样讲的啊，不是什么诋毁的部分啊。好，不讲那么多屁话，我要结束这一期。好，那我们先把垃圾丢到这个里面。